大家好，我是法国帅哥。今天我们来分割一下这一段金枪鱼，我们直接从它筋的位置下刀，刀挖过来，我们先把它鱼鳞取下来。放几遍，这就是它的一张鱼皮。现在我们把上面的筋把它滤掉，通常拿到后厨去做一个煎金枪鱼。这条的话我们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三金枪鱼的一个寿司卷之类的。现在我们把桌面整理一下，现在我们把这一段修一下，然后给它分段。手指放上去，它的宽度，金枪鱼的一个手握部分。现在我们直接给它对放，给它切成条。生鱼片部分，这样的话一个金枪鱼的分割已经完成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。